我是李家豪，我是苏根健，我是朱福强，我是麦之华。四位主持人每周围炉不取暖，嘿，咁做乜嘢啊？佢哋四位嘅 podcast YouTube 深谈节目，围炉不取暖，解忧四人台无底深谈啊！你的信啊，收信啦、啊！今日是星期五，朱福强的回信箱。我是朱福强，下面是我写给你的回信。Hello 啊 ，KT， 今日咧又系轮到我朱福强回答你的啊来信啦。我都是先要讲呢一句啊，即系我唔系咩心理辅导的专家。有的只不過是少少的人生的經歷，不過我希望我以下跟你的分享呢是可以帶給你一些在思想上的出路。從你的來信呢，我看到的似乎你是經歷了一個心理上的危機，即可能一般人所說的中年危機、Midlife Crisis。用你自己的说话，你现在虽然是生活安定，住又住得好，人工又高，经济是绝对没问题。但是自从疫症，即是这几年以来是发生了巨变，即是你不单止失去了爱情，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又疏离了，还有是更加失去了你对工作的热诚，即是你现在做的事是没什么挑战性，对你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你觉得生活很乏味，人又好像很疲倦。但是 KT， 我更加注意到你说你是仍然很渴望有一个新的体验和个人成长的一个新的目标，就是这一点好紧要啦。阿 K D 啊，与其我喺呢一度，至于系一般性咁劝你揾呢啲走寻一啲新嘅尝试啊，新嘅生活体验啊，尽量去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啊，揾嗰份新工啊，咁样即系呢啲阿妈系女人嘅意见，我谂系人都会识讲嘅。反而我希望跟你讲一些很具体的做法，即是看看你怎样看法啦。不过之前呢，我先想讲一些故事给你听先。或者你听过李家豪即是 Simon D 啦，还有我那班围炉之友都讲笑这样称呼我是什么所谓的档案解密专家。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搞档案和历史文献整理啊、保育等等工作的普通人。不过呢，我在这十几年来呢是专心这样呢在档案这方面呢的教育工作。所以呢，我就跟香港大学合作搞了很多在这方面的专业训练的课程。即係嚟上我堂嗰啲咧，當然絕大部分都係年青人啦。咁佢哋想可能係即係一份揾一份新嘅工啦，即係檔案管理係咪？喺個事業方面有啲新嘅發展啦咁樣。時不時咧，喺我啲學生群中咧，我都會發現一啲年長啲咁多嘅專業人士，有律師啊、醫生啊咁樣。咁我當然有時好好奇咁同佢哋傾偈啊，係嘛？即係點解佢哋上我呢一堂咧？咁佢哋都異口同聲咁樣話咧，係唔係想轉行？不過咧，係覺得佢哋而家做緊嘅嘢咧，好冇意義，好冇癮啊！即係好似你咁啦嚇。咁佢想揾一啲新嘅嘗試。我記得我同嗰位律師嘅學生講，佢直頭話俾我聽，佢而家咧日日喺咁喺律師樓做啲樓宇買賣嘅契約啊、公司合同啊等等，錢就揾得多啦。
但是覺得自己好像似乎在度浪費緊生命。咁至於點解咁諗，我諗都係之前我哋所講嘅，所謂中年危機啦，係咪？好彩咧，佢發現佢自己咧對歷史文物啊咁好有興趣，咁佢又聽過我個名啊，知道我都係同路人，咁所以咧就嚟報讀我呢一科啊。仲有咧，我哋呢個課程咧，好多時候咧都需要一組嘅同學咧去合作做一個項目嘅。咁呢啲項目包括譬如話點樣去鑑定檔案嘅價值啊，發掘檔案啊，點樣去建立一啲檔案分類嘅系統啊，甚至乎咧點樣去設計同埋去建立一個檔案館啊、檔案庫啊等等咁。喺過程當中咧，你係好明顯咧睇到佢哋慢慢咧係建立一啲嘅友情嘅。啊！哇，見到佢哋真係時時都好好傾啊，咁樣嘅，尤其是討論即係呢啲 project 嘅時候。再加上咧，我哋咧係經常去訪問檔案館嘅，啊，包括本地嘅同埋咧外地嘅都有。咁本地方面咧，我哋都好多時候去睇匯豐銀行嘅檔案館啦，太古集團嘅檔案館啊，咁樣係咪？大學嗰啲檔案館啦，同埋立法會嘅檔案館啊，咁樣我哋都去過啦。在外地呢，我們先剛剛參觀完韓國各城市不同類型的國家檔案館，不同類型的檔案館，即包括國家檔案館、那些省館、市館，還有一些特殊的、主題的檔案館。今年年尾呢，我們就計劃移師去日本了。我知道呢，我那班學生已經就哇，個個都是急不及待了。仲有啊，我哋呢個月尾咧就會去訪問各廣州市嘅國家檔案館啦。啊，呢、這個館咧真係唔講你唔知咧，佢係國內啊規模最大嘅一個檔案館。咁啊，檔裏邊嘅檔案咧就都相當豐富啊，亦都有啲係關於香港政府檔案館裏邊我哋揾唔到嘅檔案啊，即係關於香港嘅檔案啦。即係話每年嘅學期尾咧，我都會做一份嘅問卷啊，問啲學生。看看他們對這個課程的觀感，每一次都是令我很感動，感到很鼓舞，因為我看到這班學生確確實實他們真的很喜歡這個課程，很享受這個課程，特別是那個學習的過程。 KD， 我相信你或者會明白我為什麼會冒著這個自吹自擂的險介紹這個課程給你知。咁啊，我希望你谂谂啦，睇下你有冇兴趣去试下，咁能够令到你走出即系你嗰个咁样嘅所谓嘅阴霾，系咪？有嘅话咧，我谂你应该知道点样去联络到我噶啦。好啦 ，KT， 我希望有一日能见到你同埋我嗰班学生一起开开心心咁上堂，一起开开心心参观各地嘅档案馆。朱福强，敬上。尽快将忧愁眼睛忧愁面孔忧愁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嘴巴一动，和唱可以吗？啦啦啦啦啦。
从懂得紧握妈妈乱的手，到咿咿呀呀一声两声仍够，从怕怕哼哼然后要得走，从孭起书包吸取知识不用愁，从你有佢有开始手牵手，到他朝开心伤心痛心齐上头，人活着实在奇妙怎猜透，与你知生命实在亦是有些意外，不用彷徨迷途只需感激，他有无穷色彩，他有无尽的爱，要凭着自信跨过障碍冲，微笑嘴巴一同和唱可以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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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拍掌全力赞赏生存是有价，尽快将忧愁眼睛忧愁面孔忧愁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一同和唱可以吗？他是犹太大屠杀研究学者，我是苏金战，他是半世纪旧书店守护者，我是朱福强，他是档案解密专家的前档案馆馆长，我是麦之华，他是香港广播界一代 Diva， 他们四个人每周一定围炉，和写信来的你一起思前想后，因为他们相信生命的奇迹一直到最后的最后。想听他们四位的 Podcast YouTube 深谈节目，请到 waylo.com。 为路不嘴暖解忧四人台无底深谈啊。